我们的主题是舞蹈，著名的舞蹈编导毛迪芳老师。慢点，走起来。开门大吉！欢迎来到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音乐益智游戏节目《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尼克麦提，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千万不要停啊！谢谢大家。今天的开门大吉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的主题是舞蹈，我们要感受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他们不一样的舞蹈人生。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为他们加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欢迎各位，马上要上场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我也很期待，好久不见，掌声欢迎著名舞蹈编导毛迪芳。欢迎毛迪芳老师。看到毛老师，我的体态必须要稍微再端正一点。国内著名的舞蹈编导，今年已经81岁的毛迪芳老师，而且毛迪芳老师的这个编导的作品实在是数不胜数啊！最熟悉的啊，举个例子，《阿诗玛》电影《阿诗玛》的所有的舞蹈，82版的电视剧《西游记》的所有的舞蹈，还有《阿瓦人民唱新歌》《景颇刀舞》等等等等。毛老师，您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主要是为咱们北京的心灵艺术团的一些支残的孩子们买点暖的衣服。真好，那我们就为您加油好不好，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好，请按响门铃，加油。超能女人用超能，本节目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是不是很简单？怎么样？什么歌？这个是个老歌。老歌。而且是很早以前啊。我在延安区深入生活的时候啊。啊。359旅的一个军歌，叫做大生产，好像还差俩字，还差点军民大生产，对吗？老哥没问题啊，军民大生产，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棒棒的。Yes!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身后的是来自陕北民歌传奇基地舞蹈队的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舞蹈演员们，谢谢，恭喜您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咱俩击个掌，耶！王老师，我知道您现在81岁了，但是依然活跃在这个舞蹈的一线。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舞蹈编导这个工作行列是哪一年吗？52年、53年的样子。建国之初。建国初期。嗯。我编过一个广场的舞蹈，《青年友谊圆舞曲》。建国初期您就编过广场舞了，广场舞蹈，广场舞历史太悠久了。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毛立方老师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太多的优秀的学生了，比如说刀美兰，比如说杨丽萍、杨丽坤等等等等，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大家必须要了解，可能不是太多的人都知道，也就是毛立方老师的关门弟子尼格买提热赫曼。小尼，您刚才说的那个舞蹈叫青年友谊圆舞曲，您能不能现场教一教您的这位得意弟子？当然了，我能学吗？你必须得陪我跳。好，因为一个人不能跳。太好了，来，掌声送给我们两个，太荣幸了。真是这种绝对被毛老师连拖带拽的。这您力气还挺大，谢谢。对不起，我收回我刚才所有的话，我不配做毛老师的弟子。我这都已经汗流浃背了，要不您再去开门？开门，我先缓缓啊，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毛老师，热烈的掌声。好像不是个歌啊啊！您唱出来。哒哒滴当，滴哒哒当，哒哒滴哒滴当哒，滴哒哒哒滴当哒。越来越远了，有了。滴哒滴当哒，滴哒啦哒滴当哒，哒哒滴哒滴当。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熟悉？熟吗？毛老师，哎，这首歌曲叫做《阿西跳跃》。阿西跳跃。严格的说，这是一个舞曲。舞曲，阿西跳跃，这是哪部作品当中的？这是我曾经参加创作的电影《阿诗玛》里头很多场景都用的阿西跳跃。到底对不对？来，还是要开一开门，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
来，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周丽珍以及石林艺术团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是来自。石林的，都是来自石林。石林的63年，我去深入生活。63年，你们多大？没有，啊、没有你们的啊。没有，63年，我去深入生活。64年拍摄的电影《阿诗玛》。对，所以我看到他们之后有很多的感想，很多很多的感想。太亲切了，太亲切了。所以你们刚跳的时候，毛地方老师还在教我跳呢。所以借着他们这个节目，我想问问毛地方老师，您最得意、最骄傲的舞蹈作品是不是《阿诗玛》？是，真的是。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舞蹈不光是寄托了我一个人的艺术创作心血，那一代人的，包括这个主演杨丽坤、包 Sir， 包括电影导演刘琼、作曲罗宗贤、作词葛岩，等等，整个我们是全心贯注的，这个电影拍了1年。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艺术家们，您的工作搭档们，现在，现在主创。电影导演、作曲、作词和舞编，就舞蹈导演，就剩我一个了。就剩您一个。想念他们。想念他们。说到他们，毛老师声音都有点哽咽了。想当初那么艰苦的环境啊，大家一起深入生活，摸爬滚打，包括你们看到的像喜马舞、绣花舞。摔跤的广场的阿西跳跃，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摄制组，费尽了精力去编排的。所以，我现在就说，我怀念你们，怀念导演，怀念作曲，怀念所有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劳动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永远熠熠生辉，谢谢，谢谢老艺术家们，也谢谢这些年轻一代的舞蹈演员们，谢谢你们。王老师，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少点，少点，少点，继续走吧，请按下门铃，加油。本节目家庭梦想基金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提供，谢谢超能。对不对？哎呀，这个歌啊，这个歌太好了。怎么讲？彩云之南，我向往的地方，而且我的艺术之根，就在彩云之南。确定吗？确定。到底对不对？来吧，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彩云之南。天涯，谁轻轻呼唤，在天上，在云端，让我日夜想象，在梦里回到你身旁，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却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秀色丽江，人在路上，彩云之南，归去的地方，光是芬芳。
谢徐千雅，谢谢徐千雅，还有我们的舞蹈演员们，恭喜您，马老师。啊，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早年您是在国外留学学习舞蹈，是不是在捷克？对，那个56年学的舞蹈编导的专业。回来以后就主动请缨去了云南。对，回来之后本来是国家是说，把你送出去学习回来了，开个班，培养些小编导，但是我自己想呢，还是应该把学的东西呢，要尽量的贡献在咱们自己祖国的民族舞蹈事业上。所以我就主动请缨到了云南。在那儿怎么学的？在那儿我开始深入生活都是下民间。教我的傣族舞蹈的第一个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了。也就是在云南很有名的叫毛象，孔雀王子。最早跳孔雀舞。最早跳孔雀舞。我跟他学的时候呢是这样，他有一种是带道具的傣族舞，像咱们那个汉族耍汉船一样，是拴在身上，前头是一个孔雀的头，后头是孔雀可以开屏，有形的孔雀。有形的孔雀。然后那个毛象教我时候非常认真，叫他叫孔雀王子啊，一点都不夸张，他跳起那个孔雀舞来呀、哎呀，那个两个眼睛啊就发光了，啊炯炯有神。哇！啊，做起动作来也是刚劲有力，特别有力。对你影响特别深。对我影响很深，而且我从他身上确实学到了，傣族的这个孔雀的一些精华。您再把这些精华传授给了自己的弟子刀美兰。刀美兰，所以您这个关门弟子的这个个人的素质也很重要哈。我再继续学学，那您再继续开会门。接下来是您的第四扇门了。哎呀，这可糟了，我不知道了。准备好了吗？请按响门铃。没问题，没问题的。怎么样？什么歌？歌名叫做《万物生》。好，《万物生》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说传来的声音暖呀暖呀，你说那是午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山谷里有金黄旗子在大风里飘扬，我看见山鹰在寂寞两条鱼上飞，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河水，水落下来遇见人们破碎，人
王老师为您介绍一下，排球唱歌的这位是春天。啊、哥哥。而后面的这些演员是今天给您准备的惊喜。哎呀，老师好，我太惊喜了。对。我真是我想不到。尤其是刚才舞蹈还没开始。我们的几位老师站在各个角落的时候，王老师一看就认出来了。认出来了。这些手语老师，这些孩子们的手语老师，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来自心灵之声艺术团，就是王老师要帮助的这些孩子们。对，所以其实我的出现就是为了给王老师送上一份惊喜和礼物。哎呀，真是真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这样的方式来结合，用这个歌声再加上这样的表演形式，所以此刻我也非常的激动，太符合了，特别的开心。不错吧？因为这样子说，这个作品。是1987年我编出来的，1987年，87年就编了这个作品。对，心灵之声艺术团的孩子们能够把它继承、发扬光大，我太高兴，太高兴。王老师刚才跟我介绍说，这些孩子们都是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对对，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舞蹈很不容易，是真的。也要感谢我们这些老师们在旁边，老师，一直在帮助这些孩子们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但我最意外的是，春天你居然还能排头唱不要紧啊，你排头很重要的，这舞蹈的动作你是非常重要。怎么？那你练了学呀？是不是最近才学的？时间的，不知道现场的观众觉得我今天表现行不行啊？感谢感谢啊！我只想说，你行我也行。哎，那小林哥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得把这个指甲摘下来给你试一下、啊？好摘吗？对，你们有掌声吗？让小林哥哥试一下吗？王老师啊，这指甲有什么来头、这个指长甲舞啊，我是吸取了傣族的、泰国的，都有长甲舞，缅甸的一种舞蹈叫长甲舞。我知道了，长甲舞。萨瓦迪卡。哎，王老师，那您看那个小妮哥哥戴上这个指甲之后，能不能让孩子们跟他们一块儿表演几个经典的造型动作？对 对，你们还真摆上了。因为你平时主持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带着1000只手在表演。你呀、这个手从下往上，然后分开之后就不停的这样子轮回的转、哦、就可以，他们就跟着你不停的这样哈。哎，3、2、1，起。手指头不用动，手指头不用动，手指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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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抬起来，抬起来，对，抬起来，哎，好神奇哦，很好，很好，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加大一点点难度，哎，加大一点难度，好，加大一点。平时这个动作你肯定也不会做。我自己没看见刚才。哎，你一会儿回头看录像。这样就有效果了。对对对。哇，好棒，好美，好美。好，再来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动作，往后走，然后一走到他们这个附近的时候，马上转身，扑通一下，跪下去，跪下去。好好好，他们有压岁钱吗？走走走走了走了走。准备了吗？准备红包了吗？好，转身是吧？转身，转身跪下去。哎，对，哇。好漂亮，好漂亮！跪下去，跪下去！你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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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哇！天呀，夏天雨呀，水呀，秋天远处传来一声暖呀。你说那是午后绵羊？谢谢，太棒。挺好玩的，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小妮哥哥，这样都跪下了，有压岁钱吗？马老师，给点压岁钱呗。他得给我红包。红包必须有啊！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太棒了！1、2、3、4，5，谢谢谢谢春天，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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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谢谢心灵之声艺术团的每一位舞蹈演员，你们都好棒。小妮哥哥，我教您一个哑语的那个动作，您就不用每一个都握手了，把两个这个大拇指伸出来。然后弯曲两下，他们就能看懂谢谢的意思。所以现场每一位观众伸出你们的大拇指，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谢谢，孩子们加油！
今天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想要送给这些心灵之声的孩子们。对，除了毛老师之外，在这些孩子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比如说他们的老师们。对，今天在第二现场也请到了他们，我们来连线一下好不好？ 好，让大家也认识一下。对，他们都是我们心灵之声艺术团的团员。对，这个是穆团长。跟大你好。对，谢谢小穆。穆团长一直在跟我讲解他们艺术团的构成，谢谢，然后成员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有多么不容易，怎么怎么样。这时候就您是您说话的时候，您可以随便说了。孟老师好。你好小穆。小倪老师好。你好孟老师。王老师，我知道今天呢，您带着您的梦想是为了咱们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的这些孩子们，真的是您一次一次的把我感动的总想流眼泪。我还记得第一次您让我流眼泪的时候是在去年，咱们心灵之声艺术团在偏远的山区收养了有33个孤儿的时候，当时把您请到了现场，您在场上，我们在那演出的时候，您飞着就跑到场上去了，说我一分钱不要，我来当你们的顾问，并且以后呢尽我的能力来给你们编排舞蹈。所以当时我记得我是在舞台上被您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也觉得办了24年的这个艺术团，那是我第一次哭的是在舞台上，真的是有一点失态了。今天您又让我感动，一上场把您的梦想说出来，我就感动的已经眼泪控制不住了。今天这些孩子们来呀，孩子也不知道是来给您伴舞，也保密了。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们也不知道，毛老师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总导演交给我的任务，唯一知道就是我一个人。哎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保密，我觉得我应该上保密局去工作。那毛老师呢，在从开始接触我们心灵之声艺术团的时候，就真的是他们家住得很远，可是呢每一次我们跟他说我们要排一个舞蹈的时候，毛老师说好吧，我先做功课，完了之后他就主动会给我们打电话说我要去给孩子们排舞蹈。到我们那儿呢，我们的条件很艰苦，但是毛老师就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简陋的餐厅里面吃饭，他说不要上外面去吃，太破费了。所以就这一点让我们对毛老师特别特别的尊重，特别对孩子们他的那份贴心的温暖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我发现穆团长啊，当团长屈才了。您再兼职干个主持人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这语流语势语境语速没毛病。对，没磕巴，很讲究，简直就而谢谢谢谢，这两个主持人这么夸我，我都脸出汗了，我都现场呢还来了我们心灵之声的两个团员。这个是小伙叫小胖吧。小胖啊，小胖啊，这个姑娘虽然两个人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们刚刚听了两个小节就能够迅速的把这首歌给他拍出来。也希望在二现场能给毛老师唱首歌，是不是？太好了，是不是啊？哈，两个好，唱什么歌啊？山版的《看花红艳艳》的高音部分。好。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呀，你唱得太好了。谢谢。我觉得她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去表演。有。那这位姑娘呢？好，来杨盼，这是杨盼。大家好，我叫杨盼，也是心灵之声艺术团的声乐演员。好，杨盼准备的是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欢快吉祥的《美丽之路》啊。好。美丽之路哎，你的美丽日新月异，飞扬的足迹走向幸福，走向富裕，走向
今天的主题虽然是舞蹈，但是我们居然在这样的主题当中找到了两位歌唱的天才，谢谢，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开门大吉，可以邀请心灵之声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还有歌唱演员们经常来节目里，好不好？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为你们打开一扇扇的心门，好吗？咱们先还是帮毛老师再。现在是5000了。本节目家庭梦想基金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提供，谢谢超能。谁说是新疆音乐？哎呀，怎么想不起名字，可糟糕了！真是新疆舞啊！哒哒哒滴哒哒，我跑到新疆舞去了。对，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没事，求助吧。来看看第二现场的各位亲友团，你们知不知道答案？当然。呀，是新疆的吗？对，不是新疆，不是啊。我因为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哪部？青蛇的，电影《青蛇》的插曲，哦，流光飞舞。好，您确定吗？确定，确定。流光飞舞，对吧？啊，流光飞舞。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对吗？耶，没错。哇，副团长功不可没啊！呀，还真是青蛇和一个白蛇，一个青蛇。半冷半暖。
然后许仙就来了。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谢谢，他们是窦帅芳和陈乔麦。谢谢，恭喜您，王老师，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哎，王老师今天玩得特别开心，对，现在是10000。对，怎么办？见好就收还是继续前进？观众朋友们，我还是适可而止吧。我已经请人家第二现场的给我答案了，我没有求助了。大家说呢？见好就收，我满足了，知足者常乐。好吧，对不对？恭喜毛迪芳老师为心灵之声艺术团的孩子们今天一共筹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您来到开分大吉，咱击个掌。谢谢毛老师，开门大吉。还有一位啊，这位也跳舞啊，行吧，那掌声欢迎他上来吧。真的假的？我天！怎么样？有没有？擦！擦！擦！我简直不想主持今天的节目了。为什么你今天不想主持今天的节目？因为你长得太像今天这期节目的导演了，简直一模一样。你跳的是什么舞种？我跳的当然就是拉丁舞。大家好，我是拉丁小王子刘宇光。谢谢谢谢。好了，冷静。好，刘宇光，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按照我们程序，介绍完自己之后，说说你的梦想。好，我们一直印象中国标拉丁舞，哇，那是很专业、很高大上的。错，怎么？其实那就是国外的那个广场舞。所以我好佩服我们中国的叔叔阿姨啊！就一没事儿，雾霾天我也要去跳舞，戴着口罩，哪怕说人家不让我放音乐，我戴着耳麦我也要跳。现在有一个好地方，怎么？我在香港学舞的时候，我发现啊，香港的老头老太太，包括我在英国学舞的时候，英国人啊，他们都是在室内跳舞，在舞厅里面啊，不在广场。有乐队啊。有红酒，所以说我梦想的是希望我们内地的老头老太太、叔叔阿姨们也都可以在舞厅里跳舞，所以我希望开一个舞厅，舞厅的名字就叫做开门大吉舞厅，怎么样？这个得到我们官方的授权了。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广场上跳，尤其到了冬天，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没地方跳舞了怎么办？去舞厅里，专门为你们而设立的，来吧，那我们就开始梦想之旅，好不好？好，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来吧，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超能女人用超能，本节目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来了。歌手，很怪异，像我，很活泼 ，Lady Gaga， Bad Romance。那个奶奶，带药了吗？借点药。不是给他吃，我想我自己吃，我受不了。Bad Romance。哎 ，Perfect 的英语非常棒。还是开门吧，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还真的是 Bad Romance。哦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杨欣。我特别特别羡慕他，我特别欣赏他在舞台上忘我的挥洒自我的热情，这是我永远学不会的一件事情。享受这一切，享受舞蹈，享受主持，享受你的生活。你还是享受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吧。1000元送给你。哇，谢谢刘宇光。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号称东三省舞王。哎，东北舞王。这是、哦、东北舞王。哎，对，没错。这个东北舞王这个称号是东北三省的哪个机构和舞蹈家协会给你封的，还是国家、啊、自封自封啊？但是我有参加比赛呀、啊、这是自封的，东北舞王没有任何机构认证。对对，是你们家自己盖了个章。我自己就评价自己东北舞王吧。凭什么说你是东北舞王？因为我参加了很多国标比赛、嗯、而且从小就跳舞，而且成绩一直很好。我们这个舞蹈跟之前的舞蹈不太一样啊、嗯、我们这个舞蹈呢又属于体育又属于舞蹈啊。拉丁舞、哦、体育舞蹈。对，蒋妮同学，你需要学习一下。学习需要学习一下。对对对，我知道你新疆舞跳得很好、嗯、民族好像也不错，但是拉丁舞这个感觉它就会比较难。我得这样说话才行。哎，对，你就要有这种感觉。我教一个非常简单动作啊。我们都知道拉丁舞是一定要有摆动胯部的动作的。嗯，其实我们正常人走路其实胯是一直在摆荡的，只是拉丁舞把这一部分夸张了。其实我跟你讲，拉丁舞就属于国外的民族民间舞啊。然后它经过繁衍衍生之后进化了一下，然后繁衍了。还对对，繁衍了一下。我们为什么拉丁舞会扭胯？就我们看古巴人啊，头顶上都会顶着大罐子啊。如果说他正常走路可能胯不会很夸张，但是顶了大罐子之后，他这个骨盆压了之后，他为了维系住这个平衡，胯就有了这个很自然的摆荡。这个摆荡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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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恰恰恰，哎，就属于了拉丁舞。真的假的？真的。这样好，我现场请几位阿姨跟小妮，我们一起来学一下这个胯部摆荡。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哪一位阿姨要上来学一下？我想请问几位啊，以前有没有接触过拉丁舞？特别好，来吧，好忽悠，哎，不，好，不是，不是，好教，好教，这么好教，来，对对，很简单。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就是右左，就正常走路，左右左右，然后胯向后摆荡，向后后后，手臂打开，后后 ，two three， 恰恰恰 ，OK， 两个慢的，三个快的，现场电视机前观众也可以跟我一起做哦 ，two。three， 恰恰恰，很好。two， three， 恰恰恰，哎呦，你干嘛跪下 ？three， 恰恰恰，对，加油。two， three， two， three。快快快快，小朋友很厉害啊！二一二一，叔叔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吧？有也治好了。好，谢谢，掌声送我们各位观众。谢谢，谢谢。哎，哇，我觉得你带动能力特别强。真的吗？一下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你那个舞蹈的魅力了。啊，是舞蹈就大家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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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让我说完这句话。停，你很简单，开门去，少废话。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哎呀，终于把他支走了。完了完了，我就是沙漠里的小外河。歌名叫做
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热情的沙漠呀，对吧？对吗？像我一样，到底对不对？热情的沙漠，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一起来听。年轻的舞者李亚龙和朱晓丹，欢迎你们！哇，哎呦，太好了！你看看人家，不是，我觉得吧，我有什么问题吗？看他们跳拉丁舞是一种享受，是看你跳，我们就得忍受啊！我不知道这问题出在哪儿，我在想啊，你跳的不是那么的美，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舞伴。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拉丁舞是一个两性之间的舞蹈，哎，它是有爱情存在的。不会没有舞伴呢？你原来有吗？我原来有。那怎么了？就舞伴觉得我不够阳刚。你能不能阳刚一点？我阳刚，就像我们李亚龙一样。那李亚龙能不能把你那舞伴借给他使会？谢谢。可以吗？没问题。同意吗？同意。朱晓丹，忍受一小会儿，看看两个人能。有舞伴真是不一样。对呀，有舞伴就会不一样。哎，所以就一个人跳，感觉你现在是男舞者了。有了，有了，是吧？小丹，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他当你的舞伴，还是继续让李亚龙来？这个好难抉择。这还难抉择？选谁？不，这个没关系，心里的实话说出来。选谁？我还选择我。怎么会这样？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记住他们的名字李亚龙和朱晓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哇，不能再让他在我的身边待太久了，请按响门铃第三扇门。哎呀，受不了，应该让叮当跟他搭，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这一首会是
干嘛？这首歌我觉得绝对是一首西方歌曲。嗯，其次我相信一般人唱不了它。有线索了，对不对？哎，对，我怀疑它是 Michael 的歌， Michael Jackson 的歌。啊， Billy， 各位 Billy， 打了打这 Billy， Billy， Billy Jean。 确定了，这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啊，一起来。谢谢田心宇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舞蹈。哇，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哇，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你发展的方向？你不能光跳舞吧？我最近发明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什么？哎，一个似人非人，但是又非常的招人喜欢，要不要请他出一个场给您认识一下？你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好好好，来来，掌声欢迎刘宇光的朋友，在哪里？稍微等一下，我把他请过来。你干嘛啊？啊？怎么了？你不是你干嘛露个大肚子？你要跳肚皮舞啊？不是不是，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新发明的一个由舞蹈结合出来的才艺。什么意思？哎，你看哈，这其实这是一个人，这是他的头发，这是他的胳膊，这是他的腿，这是他的衣服，这是他的脸。他没脸呀？还没画脸呢。哦，不是没有脸啊。哦，我希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画。你来画。好，那我画了啊。好，三二一，我来啦。贾妮你好。你今天来我们这儿有什么话要说？我想说你主持的很差。我能抽你一耳光吗？可以考虑让我们肚皮人也主持一下。你也能主持开门大吉？当然可以了。那来吧。大家好，我是小杜，我要和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是教拉丁舞。脸还拉这么长。哎，那你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拉丁舞。拉丁舞分为五个舞种，分别是伦巴、恰恰、桑巴、斗牛和牛仔舞。这五个舞种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我用一段爱情故事向您介绍。好。比如你和你的女朋友初次见面啊，你们就可以跳恰恰恰。好。哦，还真跳。脸上的肉。谢谢。然后呢？你们爱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跳
伦巴，浓情蜜意。哎，哎，我画的还行啊。谢谢。然后呢？有一天，小妮逛街，不小心看了其他别的女生一眼，女朋友很生气。怎么办？他们要跳斗牛舞。谢谢。小妮为了讨好自己的女朋友，所以她要跳牛仔舞。这是抽风舞吧？谢谢。最后，他们决定在一起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请现场所有嘉宾。他们决定开一个大 party， 所以他们决定跳桑巴。什么 ？Nossa, nossa, assim você me mata. Ai, se eu te pego, ai, ai, se eu te pego, ai, delícia, delícia.Assim você me mata. Ai, se eu te pego. Ai, ai, se eu te pego, hein? 谢谢。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咋就这么悲惨呢？想尽办法用不同的方式，特别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拉丁舞。我觉得他这一点是做到了，但是呢，他的肚子真是挺，我都心疼你的肚子。肚子还好吗？你跳这么多舞蹈，我最疑惑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的肚子还有那么多的肉？因为我也爱吃啊，谁让我生活在中国，中国美食那么多。好吧，掌声送给刘老师啊。谢谢，这段非常精彩。下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超能女人用超能，本节目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哇，越来越难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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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民族的风格。嗯，想出歌名了吗？这首歌应该是叫做皮影，是一个皮影，皮影戏。那我就开了，开吧。这是你的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5000元，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吉，没错。哦，皮影戏。哎，好可爱哦。外国的神曲童话就好是准灵，小小屏幕轻轻打打一遍听，万语中情不在我的眼前，灯光闪耀在后面，我睡醒你唱念多大喜怒哀乐，让你妈妈留一下，记得听着锣鼓点我来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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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谢谢。
分三圈。听着这首歌甜蜜，像梦里的你，还是会去拍一个人来看我的表演，大声点我听不见。你是神仙，我神仙不夜，你面前不应有红线，表你在天空的面，傲气我想念。是心藏一个人，便是来传承那音乐。嘿嘿嘿嘿，我谢谢。谢谢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皮影戏的王岩，以及带来如此精彩舞蹈的中国老年艺术团唐山皮影戏舞蹈队的各位阿姨们，你们好。大家一定认出来了，他们当中很多都是特别熟悉的熟脸，在春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了俏夕阳，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现场的观众们，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你说这孩子跳拉丁舞的，他都可以想出是皮影戏来，对，哎呀，多好啊！他啥都会，啥都会，你都是的，啥都行。回头你们再教教他跳那个俏夕阳，好不好？我看中。啊，我看行，行。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俏夕阳舞蹈队，谢谢，谢谢阿姨，也恭喜你，舞蹈让你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不错，来，谢谢。哦，我们只是跟他相处了这么一小会儿，就已经累得够呛了。但是他的家人每天都在遭那个不是遭受，是那个享受着他带来的这份快乐。哦，我们来连线一下亲友团，看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来谁了，好不好？有你熟悉的人，来，叮当。头一次感觉在二现场，能够体会到你有多么的不容易，真的，你的艰辛。就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是在我们的亲友团里面出现的，是，我当时就想这是一场噩梦。永远不要再有再做这个梦，不要不要不要！结果他今天跑到一现场，我噩梦重现，我还真是。我先介绍一下爸爸、妈妈，还有当时他当亲友团的时候的干妈啊，骆小美，小美，小美，小美。咱们先问问叔，这个叔叔阿姨，您那个从镜头上里面看哈，也知道这是老多么老实巴交的两口，这孩子。从小就这样吗？小时候不这样，不这样哈。对，他原来就是不这样，之前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讲讲。哎，原来小时候也是挺稳当的，啊、就是学画画，啊、学那个特别内秀的一个小孩，对对对，特有才，对对啊，就是不爱说话。不对，啊，还挺胖的，挺胖的，这到一个什么程度？哎呀，到100斤了都。我说。我是一个开心的胖子，他是一个开心的胖子吗？原来不是，原来就是因为胖嘛，特别郁闷。哦，啊，完现在呢，通过跳拉丁舞改变了，然后身材什么也变好了，就是特别开心。但是以他这个条件来讲，跳这个拉丁舞能跳出成绩吗？就是这种专业行列那种。现在我感觉跳得挺好。您感觉跳得挺好是吧？那他在家里面现在就是，哎，咋的了这是？没有，把刘宇光都说哭了。没有，因为我录了10多年节目在电视上，我从来都没有让我爸妈来过电视，我拼命搞笑，拼命耍宝，拼命跳舞，很累。这小伙子也会哭啊！今天来到，谢谢开门大吉节目，请到我父母。看到我在舞台上的样子，虽然他并不完美，并不优秀，但是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我永远爱你们，谢谢。哎，玉光，玉光，哎，小美，你好，那个你不要太激动了，你是你爸爸妈妈的骄傲。挺好的，你也特别为他点赞，是欣赏他，表扬他，肯定他，非常棒，好。其实他这个，我发现刘宇光啊，他真正的就冷静下来以后，还是挺正常的小孩，是吧？平时也不是老跟打鸡血似的，是吧？不这样，在家里面不这么吓唬你们二老，是吧？没有、对他以后有什么希望吗？比如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赶紧生个娃啥的，你有没有希望？您跟他说说，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完希望就是那个有缘再找一个。好的对象，好，嗯，谢谢亲友团，掌声送给亲友团，挺不容易的。我们对宇光呢，今天只是小小的了解了一下，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他背后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些心酸和不易，但是他呢，还是要极力的在舞台上把开心、把笑容带给大家，擦干眼泪，享受
你在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好不好？来，下一扇门是你的第五扇门了，你要不要继续走？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不足的话，我还有我的家人，还有爸爸妈妈跟洛小美在。再往下走一个啊，对，当然还有我的弟弟。走了啊，好，请按响门铃。加油！本节目家庭梦想基金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提供，谢谢超能。他们俩都陷入了沉思，怎么样？嗯，熟吗？熟，特别熟这歌。那说吧，老曲子这是啊？老曲子，嗯，不知道，整半天不知道，就是觉得熟悉是吧？当当当当当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不行不行，我只会哒了。行，那你怎么办？求助吗？求助，我要求助。请团。嗯。哎，爸爸妈妈和小美，这个歌啊，他必须要有年龄的人才能把它给答出来。雨光啊，你知道我特别喜欢那个谁的歌？你应该会喜欢邓丽君的歌。哎，你真是了解我。嗯、那个，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一开始我就听出来了，他是邓丽君唱的《星星锁》。哦，星星锁，开门吧。好，急着让你开门了，很确定，他很自信哎，是吧？你接受吗？我接受，相信他，相信他。星星锁是，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的喜。耶！哎，对了，太棒了！哇，邓丽君本人。喂。见面，诉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你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田，要等待着我呀，要等心着我呀，晴朗，我的心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唐丽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不错，刘老师，不错，这感觉真的。那还想再不错一点吗？见好就收是吧？那位大姐说，对，我想说两句，我真的很感谢开门大吉，真的，录了这么多年节目，我觉得今天是我最丑的一次。啊，露着个肚皮，然后脸是这样子的，这是我爸妈整场看着我节目的时候。嗯，万事不一定是很如意的，但是你必须享受这个过程，
总有那么一句话告诉你，不疯魔不成活，但是过犹不及，适可而止。我很感谢看大爷请到我父母看来到现场，我希望能多把镜头给他们，多把镜头给他们。我不知道怎么来报答他们，我只能有这些我能做的。我永远爱你们爸爸妈妈。当我在镜头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才觉得其实我并不坚强，我很脆弱，我只是一个小丑。但是我要继续坚持在这个行业，我要继续努力把自己表现到最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谢谢爸爸妈妈。儿子都这么表达了，你们想跟儿子表达什么呢？希望孩子成长得越来越好。妈妈，我会的，我爱你。我也爱你。好，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心理节奏不见得都能跟上，跳跃得太快，是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但是这不就是人生吗？没错。刘老师，感谢你来到开门大吉。谢谢小宁。未来的路还很长，是，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向你去学习，好好的把你自己独特的拉丁舞文化推广到更多人的身边。哎，刘宇光，恭喜你今天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哇！再次掌声送给刘宇光，谢谢。开门大吉，不去管年龄，不去管技巧，只要你愿意，哪里都是你的舞台，你可以成为自己的舞者。掌声送给今天的所有选手，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的快乐。这就是今天的开门大吉，下期再见。勇敢的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你在人天有多高，任凭我们自由翱翔，生命就在前方，有梦你就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请到了优秀的舞者 G20 峰会上水上舞蹈《梁祝》当中的主要演员，你到底是喜儿还是喜儿的喜爷啊？我叫李米娜，麦麦吉。第一次参加节目这么激动过，爸爸我爱你。